龋齿疼痛常见症状为牙齿出现白色斑块或黄褐色斑点，还可出现牙齿疼痛、牙齿敏感、口腔异味，逐渐出现龋动。我们推荐一个治疗龋齿疼痛的小针方，注意18岁以内青少年儿童要注意进针，可以一两针进行刺激性泻火或放血。检测足三里后0.5寸一针，再向下1.5寸一针，患侧灵骨穴一针，支沟穴一针，共4针，留针不超过15分钟，不过针刺可以按揉。想了解更多的养生知识，敬请关注九玄小针略。